8月16至18日，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期间，所经之处被列作核心保安区，被警察封锁，市民不得内进，记者的镜头亦都被赶成为黑影。我想其实就是曾偉雄上台，其实他根本就是有一个政治任务是要打击这个示威的。係啦，咁啊去到八月呢個李克強訪港，咁佢就係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佢一個立功嘅大好機會咁樣。老細又話唔想見到示威，咁啊佢要做到零示威，於是佢將呢嚿嘢佢將呢個機會咧就變成一個佢喺香港 execute 一個例外狀態嘅機會咯，就係話而家有個核心保安區，咁跟住我做咩都得，警察大曬嘅，你係中意點樣擠你，擠你去邊都得嘅咁樣。我估佢係一個咁樣嘅形勢咯。形势咁险峻，既喺8月20日示威抗议警方妨碍新闻自由。近呢件事嘅时候咧，其中有同事咧见到有一个黑影咧，一个黑影咧就系同侧边咧就系坐走埋嚟。当时其实呢个同事亦都系唔知道呢个黑影嘅，佢当时系揸住托住一件黑色嘅物品喺个手上边，佢确实系唔知道咧呢一个黑影系一个系咩人嚟嘅。咁其实佢哋本能反应咧就系用一手咧就系挡格。其實事發的時候呢，就是這個同事的手呢就卡了在這位後來證實是記者的人士那個是攝錄機那裡。他雖然呢就沒有即是撤回他自己的言論，但是呢他很強調一樣，就是他們絕對不容許阻擋記者的鏡頭，甚至是阻撓記者的採訪工作。他們都說同新聞界作對都冇乜好處，得罪記者冇好處，咁一般市民呢，爭取民主自由嘅示威者呢，其實即係我自己就覺得係完全地忍無可忍嘅，即係因為第一啦，其實本身嗰件即係嗰李克強嚟香港嗰幾日咧，即係發生嘅事情咧，即係警方嘅濫權暴力咧，真係好過火。咁已經我覺得嗰陣時已經有一個不能夠容忍嘅感覺嘅，即係舉例就係話你著件 T 恤落街，即係都會俾人捉走咗，無理地咁，或者係一個學生佢行出去後樓梯咁就俾人禁固，咁我覺得呢啲嘢係本來我會覺得冇可能喺香港發生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個位置我已經覺得接受唔到，直至到去即係睇埋呢個曾偉雄佢嘅答辯。他完全沒有一個很認真 的準備啦，或者是一個合理的講法去解釋這事怎樣發生。我覺得一個作為一個警隊的最高決策者，他在立法會可以這樣齊詞狡辯，我覺得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咯。即我們作為一個市民就需要走出來去表態，所以就搞這個遊行咯。就在9月3日反英抗暴遊行前一日，律政署突然檢控四名今年曾參與3月6日反預算案遊行的示威者，指他們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當日拘捕了113位示威者，但是為何最後只得葉浩義、陶君衡、黃浩銘和葉寶林被檢控呢？我們現在知道了罪名，就是他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和參與，這條罪就是港英遺留下來的，即是所謂以前的武裸牌。我都不知道為何告這條罪，這條罪就崩口人地急行崩口管，因為即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都說這條例過到不堪的了。今次在113人裏面，他只是選擇性地檢控4個，目前為止其實已經是一個選擇性的檢控。第二就是其實很肯定就是當日的遊行是一個和平的遊行，否則他就不會是告未經批准的集會，或者是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集會。其實呢就在一個即反英抗暴遊行之前的一天呢，就是即針對性是去即秋後算帳的人，我是覺得是很明顯是即周偉雄是想轉移視線，所以我覺得是現在完全不要面的，即勝勢就成日希望可以呢是去即幫自己是去
改善形象咁樣。其實而家就係即係對於任何咧意見聲音咧，其實政府都係會用警察嚟去做一個打壓嘅工具咯。三月而家距離都成五個月啦，即係如果真係有罪嘅話，點解你唔係喺三月六號之後嗰幾日去同我講話我係有罪咧？你去講首先起訴我咧？即係而家呢個社會嘅氣候就係大家會明白。是真的太弱勢了，即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有一個這樣遊行要促英下降，即是很明顯是因為這個這樣周圍太過衰格，因為無論是之前有即是什麼即是衝擊特首，又以至到每一次遊行很多的阻撓，其實很明顯看到現在那個人權又或者是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慢慢收窄了很多的空間，所以今次即明顯是他弱勢，而他去找幾個人來制止。不過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9月3日的反英抗暴有近千名的市民加入，他們為什麼來呢？香港是一塊什麼都是，不是什麼都是自由，是大部分都是自由的地方，你沒有說不讓他站在馬路，主要是不滿意警方過分使用暴力，還有硬硬甩啲宣傳片，即是好的東西就說，不好的東西就收埋，類似大陸了，這又是我最不滿意的。其實我想我來的原因其實是只不過爭取一些很基本很基本，其實我都是不需要解釋的理由，就是捍衞我們的人權自由，就是這麼簡單。因為再解釋下去，我覺得變成這件事好像本來不應該存在，而我們去解釋給理由去令到那件事情的存在，而我們今天爭取的是本應是要存在的事，所以我的理由是這樣的。我想最主要都是要告訴全香港市民，即是這個所謂的穩定就壓倒一切，其實是一個很危的方法，就是希望香港市民明白其實言論自由，即包括我們可以上街集會示威集結，其實是基本上是憲法又好或者天賦人的權利，其實是任何理由任何原因都不應該壓制。但是我們本身的訴求是很多東西很清晰是表達了出來的，那他現在去這樣收窄的話，那我們當然是覺得憤怒啦，但是這個的拘捕不會衍生到我是極之恐懼，因為基本上面對著惡法是沒得恐懼。你擋了幾部相機卻蒙不了大眾的眼睛，刻意黑身挡黑影，靠隻手最好你迷影，你抬得走 T 恤男，却抬不走大众的清醒，风街风柳风到无影。